出来了，哎呀，全都是真人回忆，所以不用我给你们讲轮回转世，这林雕本身就轮回转世嘛。现在已经40多岁了，小凉风，嘿嘿，你看佛道神帮不帮你？这事儿做对了，小凉风嗖嗖的，一点都不热，30度，哎，蓝天白云呐、啊。那边播放器也给力，不用我多讲，人家都知道真相。大部分都是往里进的接传单，听我讲，出来的都说我有了，我有了。所以没几个人，整顶多50个人，我感觉。现在已经3个小时了，2个半小时了吧，就这么点人。还有一个。夏天的最好的菜就是茄子和那个西葫芦哈 ，zucchini 和 aubergine， 用白水煮哈，下面条的时候一块煮，然后捞出来，然后蘸那个麻辣汁儿，哎呦那个好吃呀、啊，胃口也有了。你看我现在吃的浑身有力气，一点都不饿。好，再见。夏天就是。少盐、少油、少糖。有一个小卧车，两口子停下来问出来的那两口子，怎么样啊？这展览，他叫我上去几句，我就给讲了。我说这是学生啊，学生，宾德冯哈根斯的学生，隋红锦，全都是大陆的，全都是大陆的尸体啊。然后呢？你看看这传单吧，它都是跟那个1999年的迫害是平行的。他的这个生意最好的时期，全都是迫害高峰时期。哪里来的那么多捐献的遗体啊？没有的，人都要全尸的，要尊重死者呀。这样全都是亲朋好友，你的亲朋好友这样展览，你愿意看吗？不要看，不要看，给看了就是给能量。那边会不会伤人，会杀更多的人。好，然后两个人就开车走了。大家看停车场，现在也就是40个车吧，咱撑死40个车。然后这边也是没有多少人参观。进去的人我都给了，出来的人都说我已经有了，所以现在就没几个人。现在已经是13点了，没几个人，我也该收工了。好、真是舌头来回转呢、啊。现在讲的是越来越流利了。现在是进去的全都讲，出来的不必讲了。稍不留神又进去2个，现在有人就是这样少，我这一对着镜头讲，稍不留神就进去俩。哎呀，1、2、3、4、5、6、7、8、9、10、11、12、13、14、15，现在是14点了，还有15辆车，没几个人来。来的就这么多，出来的也就是这15个车上下来的，因为它这个不是市中心，稍微远郊一点，但是步行离火车站也就是15分钟。谢谢大家，又来了3个人，看看，出来的一般都接了传单了，也听我讲了。满土国台的 Z， 神人在做，神在看。这些外国人都相信神的，大部分都相信神。现在我又突然想起来一个短语，告诉他们这句话。都有了，出来的人都说有了，我也该撤了。前年停车场，这个停车场是满的，苗圃博览会。
那边那个停车场，还有在那边的停车场，都是上500以上的车都能存的大停车场，那边都是满满的，那叫苗圃博览会。你看这个尸体展览，根本就没有，等于是没人啊！这还是周末呢，你就想想，我这3个小时了，就这么点人。走一点来一点，就车就没超过20-30辆的在存车场。这就是苗圃博览会，为了生活的美好啊、舒适啊、美啊，在自己的花园怎么侍弄苗圃啊，那是人大家都感兴趣。好，在自己花园怎么弄尸体啊，没人感兴趣，所以没人来，不得人心。知道挂住啊，现在车场才15个车，我也该撤了。现在我已经3个小时了，下面还有一个大学生，他会过来的，那个是博士生。好，他是下午班，我是上午班，呵呵，自愿的，正义之士愿意来做就来做啊，传单都现成的。哦，谢谢大家，再见。行了，差不多了，我撤了，因为已经在这3个小时了。出来的都说知道了，已经听你讲过了，进去的也没几个，停车场就那点，所以我就今天就孤豆儿白了，再见。而且我已经把我2天来的短语，昨天晚上写了一晚上，全都给发到各个我认识的朋友的交流的组去了。哎呦，还得把我那播音带着哈，可能我人走了，播音忘了。看那边，我那播音器一定有两口子在那跪着听的，蹲着听，哈着腰听。在瓦格纳歌剧节有人跪下来签字啊，因为那个穿的完，我这自己给自己下班了，差点把这个播放器给忘了。现在我来。Laut einer E-Mail von Dr. Francis Del Monocchi, dem designierten Präsidenten der Gesellschaft, eine eindeutige Ablehnung. Der eigene Ethiker der TTS hat speziell für die China-Frage ein Fragen- und Antwortenpapier entworfen und die Gesellschaft hat einige Maßnahmen ergriffen, um sicherzustellen, dass die Konferenz keine Plattform zur Diskussion über die neuesten Entwicklungen. 我经常是放在小推车里头，一路上适当的声音。Aber Anwälte und Wissenschaftler sagen, 要跟环境般配。然后就一路走，这样呢？好多人，你说是不征签的，你是不跟我说话的，你是不接传单的，你100米还是照样知道真相。我就是这个目的，就是漏网之鱼，在我这里是尽量不让他有，这样呢，多少年以后真相大显的时候，他不会说，哎呀，当年没有人告诉我真相啊，我不给你说这个话的借口的一丝一毫的机会啊，就这意思。看看没人，那刚刚来俩人，没人啊，拉倒吧，就这样了。网站上你们可以去看，正义的姿势啊，给这些就针对这些魔鬼网站就发一会儿正念，必须停止。就等于在街上你看到有人在杀人，你马上就说
必须停止，住手！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能做到呢？要是100多年前或者是20多年前，任何人都能做到哈。现在好像，哎呀，反正他能够在这儿，生存下去，就是因为，相生相克，这是一个道理。再一个，也是因为我们这边的正的力量可能稍微弱了点。那个，我听说在比利时就给他叫停过一次，美国、澳大利亚，我听说也有叫停过一次或者两次的，反正就是正念好的地区、强的地区，那里的朋友他就能给叫停。哎呀，咱们这儿是，我也觉得是将计就计。他来他把做广告叫来的人都是前几年这12年来我讲真相的漏网之鱼嘛。我再找把这些漏网之鱼我再救了，就这意思，就等于他给我做广告，把原来不知道真相的人又救了一遍。看看看看看看，就是这个广告到处贴呀。18号到17号，就这个广告网站上都没有，网站上就是没有我这个城市的，很奇怪。他是知道我这个城市如果知道太早了容易自吸邪恶哈，害怕。只要他不敢在网站上做我这个城市也有巡回展的一个点儿的广告，那就说明他们也是害怕。看看蓝天白云呐、这个世界人类是这个好人的乐园哈，是。Dass die TTS nicht direkt als mitschuldig an dem Missgeschick gerne zu Hause sagt, Madame. 我说这个喇叭还是很重要。反正这是软胶，没事。他散步路过的人，他都是要去看。离我100米，他也听见了。刚才一家四口，父母加儿女都16岁以上。都是去，都是高中生，老师让去吗？他就带着父母就来了吗？给他们了传单，告诉他们，他们脚步不停留吗？不停留，我就告诉他们，这都是隋红锦的作品啊。隋红锦是宾德冯哈根斯的学生，尸体都是大陆的，你就看这个传单吧，尸体是谁吧。我也不说，我让你们自己去思考。然后我这都离他很远了，他们也能听到我的播放器，这就是播放器分身助手。无论是印度马丘一波法轮功一波来信法布利克，以后啊，我也不要贴着身体哈，这样呢，大家看到的镜头就不是颤颤巍巍的。哎呀，前几天拍的都是离身体太近了，这样镜头就显得头晕。现在我给你们举得远一点，这是一个郊区的公园，
begann der damalige Kopf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 Informativ über Falun Gong, über Gegenorganlaubern lebende. Leichenfabriker ist der Studenten von Günther von Hagens. Matthias von Buch, Blutige Ernte, zeigt die direkte Verbindung. 多了咱就不用讲了，因为他已经跑远了，他会听到我的这个播放器的声音，那个讲的比我好。刚才我讲的好几个人，他说：“哎呀，我已经听了，那个详细的我都知道。”我本来想给他讲证人证词那段，他说：“哎呦，刚听了。”所以说啊，播放器就是分身助手。不敢说分身转世，分身法身哈，那是很高层次的佛才能说是分身法身。分身转世，哎，咱们没到那，哇，细腻的境界。哎呀，我这在这个杂乱的草坪上还挨蚊子咬呢，这就不行。真正的佛，那是全都是阳性的身体，那血根本不招蚊子的，蚊子不敢碰。那个血特别香。蚊子特爱叮，那就是。臭水沟，臭阴沟里的，还没修好，还没修好，阴性东西太强了。哎呀，我们家这三个孩子，一哥一弟全都在幼儿园、小学，幼儿园那是最明显，都不咬人家家孩子，就咬我们家孩子。我们家血好啊，血香啊，血甜呐、啊。原来是这么想的，后来修炼以后就不这么想了。师父说，纯阳的血，修的最好的血，到佛的身体的血，那蚊子都不叮的，干净，纯阳。阴性物质太多了，那血就。这里是一个修车行加油站，这里是 Suzuki 的小货车的专卖店，原来是前面那个，现在它扩展到这边来了，原来这边都是房子住家，他现在都给人家地皮买过去了，住家都给铲平了，现在发了就卖乳乳品。我94年第一辆车就是在这儿买的。哎呀，那个乳乳品可是功劳太大了。后来10年以后卖回去了，然后他据说卖到伊朗去，卖到伊拉克去。那个车功劳太大了。到日内瓦呀，到欧洲各地呀，法国呀，参加各种活动，全都是靠那个车，我都是睡在车上。那个大魔头来德国的那5天，2002年，北美循环讲法刚播的那几天，我们不就是，我就坐着。开着 Suzuki 车，后头有
美国的全球各地来的学员朋友都是，哎呀，尤其是在德累斯顿，就是一分钟的功夫，就载入史册了。我的老天！我车上坐的四个人，我说：“哎呀，你们先下去，我找存车场。”然后下去，那小张就被那个，在江泽民居住的德累斯顿的旅馆那儿。就被特务抓着脖子啊，他就喊法轮大法好，江泽民下无声之门，停止迫害法轮功，就这三个口号，那个江泽民的保镖就掐着他脖子，然后他是旅游公司老板呢，所以他也不怕，一直当老板没受过气，所以人家怎么掐他他照样喊，那可不是一般的学生和一般的华人，那是老板，你掐老板，他平时他就没怕过任何人，所以哎呦，当时表现的正念十足。然后呢，我的车就下到那个江泽民下榻的旅馆，我不知道那是旅馆，因为我就找存车的地儿嘛。然后存完了车，我就上来，一上来好，跟江泽民的那个团队正好撞上了，他们正在办入房间的手续，我呢正好从这个 reception 的边上出来，然后就。我也吓一跳，他们也吓一跳，也没吓一跳，就是旅馆嘛，谁都可以住，就那种的。但是我自己心里咯噔一下，咦，怎么跑到江泽民老窝来了？因为下到存车场，上面电梯上来就是正好到旅馆的这个注册那个柜台边上，一打开门，我说呦。就这意思。现在回想起来，我正念再稍强一点，就干脆就在里头就给他们发传单了。当时我手上提了的是一捆报纸，好像是大纪元的报纸，就是还有法轮功真相的报纸吧。其实我那时候真应该就发，但是脑袋没转过来，老想着再去找刚才下车那四个人，结果我就从大门出去了，就一心想找上他们。如果我们是一块儿的嘛，从柏林过来，然后还要回柏林的，然后还要带他们去地下室找车的嘛。结果他们就告诉我，小张被抓走了，被警察摁住脖子了，然后小张如何如何的英勇啊。哎呀，小张这次是载入史册了，历史镜头了。然后跟他在一起的一个大陆来的学生就没有这大老板的架气势吧，就一直在边上都没敢吭一声啊，就是开卷考试嘛，每个人都是在每件事上摆放自己与生俱来的骨子里头那第一念。他那小张他就怎么想的，我就是来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你碰到我了还摁我脖子，这不是正好近距离吗，讲真相。然后没有丝毫惧怕吧，反正江泽民也听见了据说，然后德国警察带了个翻译就来了，解决矛盾呢，警察就干这事儿。警察都是内政部的嘛，都是后来就警察听了讲真相以后就把小张放了，马上就当场就放了，然后呢把他地址记下来，有问题再找你。后来不是据说江泽民要求外交部大使馆去威胁德国总理施耐德，那时候是施宇德，
现在这家伙也是老往共产党国家跑，做讲演讲的走穴活动，挣了好多钱。他在位的时候没钱，结果四次婚，离过三次婚，所以他只要对方不新找人结婚的话，他都得付给人家钱，只要对方还是单身。所以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四分之一归自己，四分之一归那四分之三归那三个前太太。然后他们就找到苏瑞德，让他怎么着来的，让他把自己的让警察让内务部规定所有的黄 T 恤、蓝衣服、蓝围脖、戴黄围巾的人全都赶出他的视线，不要让他看见，然后否则的话外贸受影响，外交受威胁。所以所有的所有的后来就所有的这个警察就见着我们，我们这就是哪有江泽民的车队，我们就打横幅，也仅此而已了，因为在大陆打不着嘛，因为好不容易见到，干嘛不打？然后就是，这方面他们是绝对禁止，只允许你，在什么地方活动呢？在你申请的那个广场活动。那申请的广场一般都是离江泽民远的地方。Der Zeuge, das stimmt. Die Insassen der Untersuchungsgefängnisse wussten schon im Jahr 2000. 都是离江泽民远的地方，警察才批准。所有他批准的地点都是，集体练功、集体打横幅的地方，全都是这种地方。那我们哪能听这种安排啊？当时我们是，北美巡回想法刚学完的，都知道近距离发生电管事，所以我们就都千方百计，自己腰里揣一个，兜里揣一个，胸口揣一个，只要车队来了，哗，两个人就打开。有一次在那个 Gosla， 就是Wolf， 高尔夫那个小卧车，那个生产总部哈，到那里去，那停车场全都清场的，凡是蓝围脖、黄围脖、蓝衣服、黄衣服，全都给你清出去，因为江泽民给总理下了命令嘛，这个内政部他就要求这一点。否则他是怕江泽民啊，将来是合同啊，要是贸易合同都给停了的话，影响的话，他失业率就上不去了，失业率这个解决不了，他就影响他下一次大选，他们都是这么想的，所以就就。告诉了那个晚上白天就是那个很大的有1000平米的存车场，就不让存车。那王文仪也打进去了，王文仪就钻到里头去，跟他们那个江泽民的大魔头的陪行团队是一起看电脑，吃饭。问他们密码，他都给的。然后，好像有一次他，就是人家问他你是酒局的吗？他说什么酒局？然后人家就知道他们不是
王文怡不是一伙的，然后就让他出来了。反正就在问这个市九局的之前，他一直都跟他们就是相辅相成的吧，进进出出。他也大家也都知道，就是那一年江泽民进的所有旅馆都是和普通的客人是一个旅馆，所以王文一作为普通客人，他们也认为是正常的，就没有太防着他。所以呢，有几个江泽民的保镖啊，就跟王文一聊啊，都打成一片了，就那种的。说，那个北美巡回讲法我们也看了，你相信吗？他们都看了，都相信。问王文仪，他无神论教育吗？他就是还是觉得，你相信吗？那个北美巡回讲法说的，他说，王文仪说我相信呢。好像这波人到那个圣彼得堡又碰到王文仪了，又跟他聊这方面的话题，这都是后来王文仪跟我说的。对，我想起来了，他是圣彼得堡被发现的，他勾死了根本就没发现，也没问他酒局，是圣彼得堡有一个人问他，你是酒局的吗？也是顺口捎带手问一下。其实如果冷静一点，聪明一点啊，你就说，我是新闻记者团队的，其实就可以。结果他就支吾了一下，这一支吾，对方就认为你不是酒局的，你老跟酒局的人在一块儿，这不对，或者你跟三局的人在一块也不对，你们到 Google 去查去。我就是看了那个名嘴说，罗宇先生说自己跟陈小鲁是楼上楼下，在总餐的时候，我才去查了一下，我才知道，哎呀，就是我们旁边那个部队大院，我们那些部队大院都是一个挨一个的，但是具体干啥的，他们的父母，我们是同学，但是他们父母干啥，我们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才知道，就是总参二部，也就是说总参二部，总参的那个总部就是他下头有一个局，是陪同中央领导，或者是陪同领导在海外做各种渗透的，或者是做领导，国家领导人在海外的保安的，这种人叫酒局的。我好像记得是有那么一，那天我查的时候我还想，这不是王文一说的酒局吗？其实我们要是事先做一下功夫，这当打入这些魔鬼的后方的时候，中心的时候，其实那是最不可怕的地方，最有意思的地方，最宽松的地方，最能讲真相的地方。那近距离发生面，那个马耳他，那个王文一跟那个人就是，跟大魔头就是五公分呢，凑着他耳朵，说我是记者，江泽民特高兴，我记者呀、你要说什么，要问什么，你问吧。然后他耳朵贴，嘴贴着他耳朵说：“你立志停止迫害法轮功。”然后那江泽民脸一下就扁了，就有这几段插曲吧，都是神言神迹。还有在马耳他，在马耳他，王文仪就是，然后呢？然后
到哪儿了？这是王文怡在马耳他，就是见了那个大魔头，一到哪儿哪儿的那个天空就一堆黑云。他跟我说，我们聊了好多。然后呢？还有啥？Danke schön. Und daraus ein höchst florierendes finanzielles Geschäft entwickelt. Nicht wegen Organraub, sondern aufgrund anderer Delikte wurden Van Lijon zu 15 Jahren Haft, Boschi Lai. 这是最贵的时装店。他一星期换一个时装模特。今年流行墨绿色小花，价格三位数的，两位数的。这个都是白皮肤的人穿好看，黄皮肤的人还是看南韩的时装模特。三位数的，这家乡的艾斯的味道，鸡蛋冰激凌。